班水寨飘上大联盟嘅成员去到尖沙咀请愿，佢哋高叫口号，并戴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恶嘅面具，抗议政府打击私烟同埋假烟不力，又批评政府增加烟草税，加重烟民负担。而世界卫生组织就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恶颁发世界无烟日特别总干事长，表扬佢喺香港控烟工作嘅成就。周一恶表示，增加烟草税嘅决定冇任何更改空间，会尽力争取立法会议员嘅支持。推出措施前，政府亦都考虑过对各方面嘅影响。戒烟服务嗰方面咧，亦都系增强咗。我哋今年咧系将即系戒烟服务嗰个经费咧，系已经由千几万咧增到去3000多万嘅。而同时咧，就有好多即系嘅戒烟嘅服务咧，我哋依家都系免费咁样提供一啲即系戒烟嘅药啊，咁样令到佢哋咧系唔会咧系有额外嘅负担。佢又话明白到社会上嘅反对声音，但控烟系大势所趋。政府会继续在控烟和戒烟工作上投放更多资源，保障市民健康。香港分频电视记者吴欣怡报道。